想当亿万富翁又有机会了，台彩推出了端午彩券的加码活动，包括了下个礼拜一5月26号开奖的威力彩，跟下周的两期大乐透，总加码金额高达了 4.8 亿。庆祝端午佳节，台彩加码亿上加亿，今年由威力彩打头阵。祝你中头奖。5月26号下周一开奖的威力彩，头彩奖金加码2亿元。大乐透紧接在后，5月27和5月30开奖的大乐透头奖奖金各加码1亿，还有 Bingo 从5月26号到6月8号连续14天全玩法奖金加码，加码金额约 0.8 亿。今年端午大放送，加码的总奖金高达 4.8 亿元。这个礼拜四威力彩头彩没有开出的时候，那我们加码的时候啊，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可以上看头彩是8亿，期待在这一次的这个加码可以创造 15.5 亿这样的增加的一个销售金额。端午节也有应景的刮刮乐商品，500万庆端午可以刮龙舟粽子栗蛋香包，一张彩券多种玩法，中奖率超过 40%。 台彩也分享今年第一季大奖得主的幸运儿面相是小眼睛薄嘴唇的占多数，端午佳节民众包粽吃粽，买张彩券也是中加码大奖的好时机。记者黄晴、王国林台北采访报道。